一手尔，互恁爽的啊！一百块，搁一个人加一百，送咩啊？两个。好，收一个。搁一个一百，送咩食啊？一百。这拢互恁啊，平时真真嘞，这个来吃七道就做好食的啊，拢啊。两个。吃七道就好啊，吃七道。大几个？两个。来，照烧猪肉白切个，照烧迄个里脊肉个。啊，这个搁三个一百，送咩？做定个人，起码几条？搁三个人加一百，送咩食？一百。来一百哦。这一百够人要吃无？这边恁一百恁袂晓吃哦，这白包啊呢，拢有啊吼。来，你有买一百手条条？我再两个。我再两个。一个加一个。安尼哦，啊对一个。大只毛够你冰块大大吃好无？其实我得了，你要大只我嘛好大，你要大只啊？你要大只吗？我大只。哦，来五十了，五十块。来，五十块。来，有买有买，买五十了，五十块。来，有买有买，五十块，其他食食啊，你莫去留这条啦。正我搭嘞，九点外起个，搁卖三百出去啊，唔免啦，五十就好啦。来，五十块，啥物事啊？多一半。来，最后一盘五十，啥物事？五十。阮大讲无啊，要扭出来。来，一盘五十块，啥物事？五十。来，五十块，啥物事？五十。拢有啊，来。还有。来这个，毛巾毛巾大，毛巾你做做小钱啊，你做小钱啊，毛巾毛巾只要毛巾大。哦，来，恁来都买一百一百，还佫买五十五十，伊同我收起来。来，摕一个拢我去嘛，大家拢我集中摕一个去嘛。阮这个大是老皮，有够好个，来拢我去嘛。来，上面吃这个。来，是的，包肉搁黄金的，我先叫后壁去放。包肉搁黄金的，我见包鱼搞做的。来，后壁咩啊？是后壁咩啊？来，你要吃手工的包肉搁黄金的，钱的先啊，五个人计落啊，正手工，三百五百拢唔免啦哈。外口包油锅内底包落啦，一百落。一个。一百。一百块上面吃，左边吃。两个，三个。把什么吃？来点滴吧，当去后边，钱用去后边，卖全部去，我袂记。摸后边，哎，你莫摸后边。来一包。来一包什么吃？后边老五起四间嘛，拢爱卖啊，等六位啊用。四个，四个啊，我四个啊。来无啊？来一包，来一包。到我了。好，做伙用。几元来？几元两包？你要一包两包拢无紧，拢包啊，两包拢有。好啦，恁全部听我讲话者哦。我即摆咧画这包作重啊，恁来注意听哦。这包叫炙烧的里脊肉片，内底有三块，全部拢无骨的，用这咧食七头拢未死咸，包括你个教厨师教阿婆凊彩，你有买着人家，你中秋节要喊爸，一定要来找我。哦，即款家己研发的产品，炙烧的里脊肉片，一包三块无骨的，一个人加两包，一个人加三包。我若画你五包，画你四包，拢免一个人买上了啊，三包上面吃三包。来，三包。你来去外口，然后你吃迄里脊肉，你就知影里脊肉够贵的。来三百，上面吃三百。有人要吃里脊肉片的无？三百块。你若要吃鲑鱼，要吃鳕鱼，上面拢爱讲啊吼。要吃上面鱼啊，拢爱讲啊吼。该有的拢有啊，蒜鱼、鲑鱼，上面鱼拢有啊。来三百，够有要吃炙烧的里脊肉片。一包拢三块钟的哦，三块钟的。三百。收钱啊。你老搞买着的人家吼，你爱记得多。师姐，恁迄个中秋节，你会学到甲你会赚钱真正。这支哦，我甲烟花出来，真正食了，真正办公室，真正学到甲真正赚钱真正。师姐，我别讲。哇，你讲啊，一包三袋啦，三包九袋啦吼，来收掉。我来讲，听好啊，注意听啊，我简单卖就好啊。这三包免钱给你。一个人加六包十八袋的里脊肉，你去外口问里脊肉看贵啊俗啊，来，金龙三四五，六个加钱了啊，新加钱三包我。三包呢？十八袋啊，无贵的哦，十八袋哦，来三包，上面吃，你无看恁世界包啊、哦？来三包，搁有要吃里脊肉片了无？三包，你相信我？三包，三包搁有要吃无？三包，拢有啊吼、哦，美女你要吗？一起做伙吗？做伙啊。哦，来。来，你睇下几个？三百，三百拢有啊！哈，来，谢谢，感谢你。阿姐，恁这人家听我讲一下啦，这包里脊肉真正好食，无骨头，恁食看看下。我跟你讲啊，
你无搞买，人叫你买三包高地当去食好吗？真正的老板拢无过来百五，你试食好吗？一百五啊！有人要百五试食无？百五。试吃一百五。百五，有人要试食？百五。百五试食。标啊！百五，有人要试食无？一百五，里脊肉片。来。来。好，来个买个啥？来，萝卜糕啊！萝卜糕对了。来萝卜糕，来你要几个？来两包了啊，萝卜糕。两包。这菜头阁一包十袋啦，两包啊，三包啊，四包啊，内底哦用黑皮甲你签，甲来加嘛。港式的哦，三包五包，要哪两包？来两包。我讲菜头阁有无两包？两包。萝卜糕两百块。来四包，你菜头阁真正的落好食两包，你三句全部中。来这个两包一包做咩啊？二十袋菜头阁一包了。一百哦，好啊，好。来谢谢，好。这多物件拢我袂卖嘞，来，你是买一包好无？鸡肉薄饼一包十袋，怎么用这个就好啊？一袋了五十加两六十，十袋多六百，十袋怎个了？卖六百五百，一人买一包十袋，新价钱两百了。两百，两百。有人买只鸡肉薄饼无？两百块。耶！阿飞啊，来，阿飞啊，这有两包怎么吃？无啊，两百块嘞。鸡肉薄饼够两百只无？只个等下看看。鸡肉薄饼够两百下无？两百块。来，只个摆过你边。来听好啊！我这包足久无炸。下礼拜哦，顶礼拜一阿姊来讲哦，这包你一开始做好食，我甲炸出来。爆汁鸡块，叫人家看我一千二出。你先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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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资料交先来。来，兄弟，一包块要平的，来，伊要收啊，聊啊，聊啊，来，报资金我看清楚，告诉你，注意听啊，叫啥，顺鸡腿肉来一撮，来，百百分之百，一包来讲，这险哦，这小我会险哦，这一包只要上到无要三包，两包要六包。全部四个人坐到咧，六百五百，免全部四个新价钱哦，两百了。两百，好滴。报纸七块，这上好了。两个，百块了。最后一个两百没有了。两个，后边后边三个，再来三块钱哦。来，几个造型？对啊，老八百。来个有啥物事上我，哎，无无听见。来，你八百块一百上来。我开始，好滴。八百块完就一包了，啥？手工的八百块完，最后两包了，咩也无一包。最后一包一包，啥咩也无。有啊。这个啥物事上面？意大利面甲其他面面，有两面就一包无？唐扬鸡腿块一包是公斤哦，这几包是用鸡腿来做的哦。我来讲啊，五个人坐到咩了嘛？几包纯鸡腿肉做的，卖互你开五百、四百，一公斤的新价钱，两百了。两百。来两百块，上面写两百。有人要食唐扬鸡腿块无？两百块。加边啊！唐扬鸡腿块两包。OK， 两包。来两包，两包没问题。来边啊，搁一个咩啊？一块一包。好啊。一块一包。最后一包我给你包两百块，啊这一包好少。最后一包两百块。来，我落几张包。OK。来，无。啊无，我一包钱都卖卖啦，啊落去啊钱都卖啦。你们做搞一下的，这包叫预炸、预炸、速炸杏鲍菇啦，我卖是了卖啊，还无讲无论。要食杏鲍菇，你要几包？跟你讲啊，这比更多更好食，三百、五百，要哪一百就好啦。来一百，一百的。要几包？跟你讲啊，一百块卖去拢啊，一百了要食杏鲍菇啊，一百。一百了要食杏鲍菇啊，一百。还要拜拜了，意大利面我请我，意大利面啦。哎，哇，你黑了啊，你帮我处理意大利面。姐，意大利面，你好，不要变，拜拜，变的。意大利面成交上面啊，好漂亮，白酱、青酱、番茄、明太子、香菇、沙包、芝麻上面啊。来五包，青酱没五包，上完了可以吧？五包，多少个人？四包，五包，那就五包，你往手拿。红酱没两包呀，那个对，一包呀。来，这做位好，红酱那个一包，这个搞一搞，用完了嘛，我给你。意大利面够两百只无？三包一包。
左边，有没有什么酱？白酱青，青菜用随便，一百哦，没问题。白酱、青酱、番茄、明太，啊？我处理。两个青花辣，一个红啊，两个青一个红。过两杯意大利面有无啊？一百个两杯来无？一百，下来落啊。一百个两杯吃意大利面来无？来，好啦。来，这青要好处理啊，大青要怎么样？大青要收起来啦。青花冰。来，好收起来，吹了。这边头一两杯，上面一两包，五百了啦，五百了啦。包一两，无包一两。这去世的啊，你要一两包要充钱，你无买啊？一袋五百六，袋五百三，袋四袋，你要一袋百零块啊？新的，这袋要来五百了。来一两啊。最后一个两包五百，上面也无啊。要充钱的买买啊。过两杯来无？鱼肉无刺的。阿婷。啊，那无啊无啊，鱼肉无啊，收起。啥？鱼肉拢无啊，收了了。啊，你今日都无要点鱼啊？后壁剩遐尔呀，小花你袂甲吹落，来你头拄甲要摕个，你袂变遐大。来，剩少一箱拢无。来，这两箱无，你后壁较紧啊，一箱甲吹落去，我你抢哦，一个盘吹只。OK。好，这一个你这个我就帮我摆一个，对啊。哦，你帮我摆一个好无？哦，你做阵无位啊，摆啊嘛，莫摆啊，你收收啊，莫摆。我今天画料过来要画古堡。即箱化料过来要化牛堡，这鳕鱼土豆咯，这一包冰盘要到偌济？要到400块一斤菜。